大家好，我是查米。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，周一。现在是下午的5:01，室外的温度是23.23度，天气是晴天。今天上午就下了，现在是晴天。我现在呢是在回家的路上，就是刚公司出来，这条沙洲山这个沿海公路上。本来呢想去，就是离我们公司这里不远，我刚好回家顺路的一个，就是往南面嘛，南面开一个4公里吧，4-5公里就一个码头，本来想去那里钓一下鱼的，但是呢因为今天加班，拖班拖的就是讲很累，所以说呢就不去钓。家了，我家应该说今天明天的下的料呢，就是讲今天我们投了料，明天的料呢就加工的海参呢就会少一些，明天可能会提早下班，明天能提早下班的话就明天去钓鱼，因为家里面也还有很多鱼，吃的鱼是够的。今天大家就看看我拍的一些小视频吧，因为我拍了一些，就是用我那个照相机啊，那个长焦的照相机啊，就是拍了一些，就是在我们公司附近的一些海边的动物，大家看一看。